今天是二零二二年的十二月五号，星期一。首先呢，说一下这个今天里面开头的小视频。刚才小视频里的那个背景声啊，很大的这个风声呼啸声，这个呢应该不是当时现场的真实的声音，应该是做这个小视频的人他在后来加上去的啊，去渲染在当时那种风雪交加的那种氛围。然后呢，这个小视频里边的所有的文字啊，除了右上角的那个日期之外， 其余的都不是这个狗哥做的啊，都是这个原始的小视频里边它自带的。因为里边的那些很中国正能量的话，还有文字，狗哥呢是一般情况下是讲不出口的，除非呢是在这个故意黑的时候才可能呢会讲出来。所以呢，在这儿呢，必须呢要这个首先强调一下啊，不要让这个新来的网友们有这个产生什么误解。 但是呢，这个小视频里边，除了背景声音和文字之外的画面，应该呢都是真实的。它呢应该是在前天，十二月三号星期六，发生在中国东北黑龙江省的绥芬河市啊。这个呢是紧挨着俄罗斯老毛子的一个城市。这个呢就是现在中国很多很多城市都存在的一个状况，就是虽然这个中国官方它在整体上。 是放弃这个清零政策了，但是呢，在很多很多的中国地方呢，他呢还是在要求民众呢必须要做核酸，不做核酸还是这个很多地儿呢都去不了，不让进。特别呢是现在这个中国的北方地区，最近呢是这个大寒潮降临，天气呢是非常非常的冷啊，很多地方这个白天的温度都在这个零度以下啊，在冰点以下。但是呢，很多很多的中国人呢还是要被迫在外边排很长的队啊。 去做这个核酸，这个呢就是中国他突然放弃清零之后出现的一个乱象啊，就是在继续的折腾这个老百姓。那最近在中国爆发白纸运动以后，中国最高领袖习近平他突然下命令放弃清零，这个呢已经是肯定的。最近这差不多一个星期以来，中国墙里边出现的各种这个放松的变化，墙里边的中国网友们肯定呢是都感受到了很多啊，这个呢就不用狗哥呢再多讲了。 我个人认为呢，除非这个最高领袖习主席他这个主意再突然发生改变，除非有这种情况发生，否则的话，中国墙里边这个退出清零呢，他已经呢是不会逆转了。大家来看，在昨天，也就是十二月四号星期天，中国的这个原疾控中心的主任，著名的这个高福，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讲的话，他说呢，接下来中国的这个疫情防控呢，将会是轻病不清毒。 狗哥呢，必须要强调一下啊，就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中央政府、中国各地的地方政府，都还没有正式宣布要退出，或者说呢是放弃所谓的这个动态清零政策。中国各地它在实际上的这个各种的放开、各种的放松，已经是持续了快一个星期了。但是呢，官方到现在为止呢，它呢还没有正式的宣布，已经是退出了清零。 这个道理呢，大家应该呢也都容易理解啊，因为他呢在这个事儿上呢这个变化呢实在是太猛烈、太极端。一个星期之前，中国官方他还在这个信誓旦旦的要求呢要坚持这个动态清零啊，中国老百姓如果说对这个清零提出严重质疑、不配合，就会被这个粗暴对待。但是呢，一个星期之后，官方他自己呢就在实际上退出了清零。 那这个变化呢，就实在是太迅猛了啊！这个盘连最著名的这个胡西晋胡雕盘，它都不好雕，所以呢，中国官方它自然呢就没有脸啊，去正式宣布它放弃清零。昨天这个中国疾控中心的原主任高福他讲，接下来中国的防疫呢是轻病不清毒，那这个其实呢就很明显，就是说呢是放弃清零了，对不对？搁在这儿呢。 你想讲一句啊，就是中国疾控中心的这位原主任高福，他呢还算是一位有点良知的这个中国政府的官员，所以呢，在今年夏天那时候，最高领袖习近平呢就让这个高福呢是提前退休了啊，不让他呢再发挥作用了。这个新闻可能呢有这个很多的网友呢是都没注意到啊，这点呢，我今天呢就不再详细的去讲了。所以呢，中国它开始退出清零这个进程呢，它已经是开始启动。 这个呢是一个事实啊，虽然这个中国官方他现在呢还不好意思公开讲、公开去承认。国内以前讲过，就中国这个集权政府，他干事儿一个最典型的风格呢，就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乱。以前他坚持这个清零，那就是这个一抓就死，他把这个整个中国呢都快搞这个崩溃了。现在这个清零他没法继续坚持了，他没法继续搞了，他开始放弃了。 那现在呢，就很容易走入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一放就乱的这个阶段。现在的第一个乱局啊，就是退出清零以后，很多城市的这个核酸检测点呢是都撤了，但是呢，大量的居民呢还是被迫啊被逼要去做核酸，所以呢，就出现了这个很悲催的状况，就是到处找这个核酸检测点儿，即便是能找到，也要在这个大冷天儿，你排很长的队才能做到核酸。 这个状况在这个帝都北京呢，也是非常的严重啊！大家来看，应该是这个北京的官媒在昨天发的微博，说这个北京多个小区内核酸检测点暂停营业，需要做核酸的居民呢，需要另外寻找检测点儿，导致呢还在开放的检测点儿呢是这个排起长队，部分居民在检测点儿寒风中排队超过一个小时。 最近几天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北京的这个大量的核酸检测点呢是都撤掉了啊，几乎呢是一夜之间就消失了。但是呢，在北京，你要去这个写字楼，你要去这个商场、超市之类的这个公共场所，你呢还要被要求出示这个核酸检测证明。你如果说没有这个核酸检测结果呢，你连这个公司办公楼你都进不去。 那这个状况是不是就是属于这个非常变态了，对不对？这个呢，就是在故意折腾老百姓，对不对？狗哥今天看到有消息啊，说这个在今天北京官方呢，他呢是又要求核酸检测点呢是应开尽开。狗哥现在看到中国官方讲的这些套话、这些废话啊，什么应什么什么尽什么什么啊，既要又要还要啊，总是要像这样的。 真的就感到这个十分的恶心啊！大家来看一位这个中国网民，他对这种状况的评论说：“北京这么干啊，这已经是第二遍一模一样的左右横跳了吧？上次呢是这个要求核酸进小区做啊，把这个路上的采样亭呢都关了，后来发现不成，又赶紧恢复。现在呢，短短两个星期的时间不到，他呢是又把这个重复的剧情呢是上演了一遍。” 一边是取消这个核酸检测点，另一边呢是进出公共场所呢又坚持要四十八小时的核酸证明。他说呢，对政府的这些操作呀，大旗党们的一大推论依据就是，政策制定的人又不是傻子，我们能想到的，他们想不到吗？然而在实践检验下，这些政府官员真就是纯傻叉，要不然呢就是纯坏叉。这个呢，就是中国的突然退出清零以后。 出现了一个普遍的乱象，在包括帝都北京在内的很多地方呢，都在发生。一方面，他说这个放开了啊，出门坐地铁、坐公交不查这个核酸了。但是呢，你出了地铁、出了公交，你去进写字楼、去进商场、去进超市之类的，你还必须要查核酸。那这种政策是不是就是在逗中国老百姓们玩儿？ 中国官府是不是都认为老百姓们出门只是为了坐地铁、坐公交兜风，然后呢，他们就回家，他们不用去写字楼上班，他们不用进商场去消费，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绝大多数的核酸检测点呢都撤了。国现在呢这个谨慎怀疑城市里边的大量的核酸检测点撤，这个呢可能主要是这些核酸检测公司他们自主的行为，可能呢主要不是来自政府的指令啊，因为。 大家都看到中国呢要退出这个清零了，所以呢，很多这个核酸检测公司，他们也会评估认为这门生意啊是做到头了，所以呢，他们就会这个赶紧的撤，因为他在以后开的时间越长，他可能呢亏损的就越多，这个呢就导致了这个中国很多地方现在呢是普遍出现这种核酸挤兑的乱局。其实呢，主要呢还是这个中国官府他傻叉，你要求这个老百姓。 出门坐地铁、坐公交不用查这个核酸了，但是呢，他们进写字楼、进商场还必须要查核酸。这个呢，就是中国官府他政策的冲突和自相矛盾之处啊，也是造成现在核酸挤兑乱局的一个根源。另外一个乱局，国的前两天一直讲，就是在没有做好准备工作就突然退出清零的状况之下，中国强里边可以说呢，呃，几乎可以肯定会遭遇这种疫情的严重冲击。 中国强内外这个科学界、医学界的普遍评估是可能呢会导致这个一百多万到两百多万中国人死亡，主要呢是这个八九十岁的高龄老年人和这个有严重基础性疾病的其他的病人。数据这方面，狗今天呢就不重复讲了啊，给大家呢分享这个中国的一个城市，它在退出清零以后发生的状况。狗认为呢。 这个呢，几乎呢是可以肯定是所有这个中国城市、城镇现在正在遭遇的状况。这个呢，是一位这个中国河北省保定市的居民在昨天发了一篇微信文章，标题呢是《保定怎么了》。他的文章的开头说呢，作为一个身处其中的保定人，这一天产生了太多的情绪。都知道保定人最近呢是一家子一家子的发烧。他说呢。 他自己这几天呢，也是经历了好几个这个情绪的阶段。首先呢是茫然，然后呢是恐慌，再然后呢是感到无助，最后呢是慢慢的淡定下来。接下来呢，他是首先说了他感受到的保定这座城市现在的这个疫情的状况。他说呢，据不完全统计，保定现在啊，至少是有三分之一的家庭都在发烧，或者已经是发过烧了，都是感染了这个武汉肺炎的病毒。 他自己身边的，他听说的朋友，他原来住过的这个小区的邻居，周围很多人都发过烧了啊，有的是正在经历发烧啊。他说呢，第一波发过烧的家庭呢，已经是好起来了啊，人数之多真的是难以想象。这是他说的这个保定市的普通的居民家庭啊。他说呢，保定市的这个医院里边很多科室的护士、医生也都发烧了，导致医院的人手不够。至于不够到什么程度，不太清楚。 这个呢是这位保定居民他感受到的保定这座城市在退出清零以后，现在疫情的状况啊。他说的这个数据，说这个至少呢有三分之一的家庭呢已经是被感染了。这个数据呢未必准确，但是呢狗哥呢可以确定，中国墙里边他突然退出清零以后，普遍感染的这个情况呢他是可以确定的，可以肯定的。然后呢这位网友讲了，就是他认为这个保定这座城市是怎么退出这个清零的？ 他认为保定呢是被迫放开、被迫退出这个清零的。说呢，就在上个月的二十四号，也就是在十一月二十四号啊，中国爆发白纸运动的同一天，保定市官方呢还决定要这个封控五天，要求居民呢是足不出户。五天之后，保定解封，但是呢，这位网友说呢，那时候他身边的很多人呢就已经被感染了。 他认为呢，基本上都是下楼做核酸时候导致的交叉感染。说这个从十一月二十九号解封到十二月二日，是多数保定人比较茫然无助的几天，因为这个官方的通报每天增长的都是这个几例，但是呢，实际的情况是自己身边的人都是一家一家的在发烧，抗原呢不断两道杠。 也没有人上门做核酸，没有人管。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呢都难免是茫然啊、慌乱。说这个到了十二月三号、四号这个周末，也就是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保定人呢大概都已经是接受了现实。他认为这个保定呢，其实呢不是不想防疫，而是因为人手不够，被迫躺平了。同时呢，又看到这个自己的身边第一波感染的人，其实这个症状呢也没那么严重，所以呢。 大家呢就又慢慢的恢复了淡定。他还说了，现在很多保定人被感染之后，发现了一个经验，就是普遍发现这个小孩子被感染以后，症状呢是很轻的啊。说在一些被感染的家庭，有的孩子呢甚至直接没得啊，家里边几个大人轮流对着孩子喷毒，大人倒下来，小孩子的防护呢也就基本上不做了啊，因为小孩子啥事儿都没有。中国墙外边的网友们。 有很多应该都知道，这个结论其实，在疫情的第一年，现代文明世界里边就有了。就是，即便是对于这个最开始很猛的那个病毒，小孩子的免疫力比成年人呢也要强很多。所以呢，在这个现代文明世界里边，小孩子打疫苗的时间比成年人呢普遍要晚。所以呢，这个中国他坚持三年清零的一个理由。 很多中国网友都熟悉啊，他叫这个主要是为了老人和小孩子。那这个其实就不是一个符合科学的说法，对不对？这位保定网民他的文章的最后说，他认为保定啊是中国第一个被迫开放、经历了慌乱、正在慢慢走向恢复和秩序的城市。啊、文章后边呢是一些这个比较正能量的话，我在这儿呢就不给大家分享了。他这篇文章里边呢也分享了他知道的一些。 老年人被感染的状况啊，比如说，呃，说这个有七十七岁和八十岁的老人，这两位老人呢也有这个基础病，但是呢被感染以后呢，就是发烧、嗓子疼啊，没有出现其他严重的症状。这一点呢，狗哥呢也必须要说，就是这个被感染以后会不会出现严重的症状，这个呢也会因人而异。但是呢，普遍的规律肯定呢是这个小孩子和青壮年被感染以后呢危险性不大啊，所以呢。 呃，中国的网友们对这一点放平心态就可以。七十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特别呢是有这个严重基础性疾病的这些个老年人，他们被感染以后，这个危险性呢会大一些。但是呢，也不是说这个被感染后就有绝对的危险。狗哥呢可以肯定，大多数的这个老年人呢还是不会有问题的。这个呢也是这三年以来狗哥自己还有这个很多生活在墙外边的很多网友都会有的经验。 像狗狗自己，这个社区里边的邻居们有不少呢，都是这个高龄的老年人。但是呢，这三年以来，没有听说有谁因为这个感染了武汉肺炎去世了啊。所以呢，在退出清零以后，对这一点，中国的网友们呢也不要太过焦虑啊。刚才说的这个科学界、医学界普遍预测，中国这种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突然退出清零，可能会导致这个一百万人、两百万人去世。 这个主要呢，就是因为这个中国的这个人口基数啊，它太大，才会有这么多人呢可能会去世。但是呢，狗哥在今天呢也必须建议，就是中国强里边的网友们，还是要尽快的做准备，应对这种放开以后的疫情冲击啊。特别是家里边有这个高龄和有这个基础病老人的话，狗哥还是那句话，你尽力的去做一些准备，总比完全没有准备要强。 中国这个政府他不给力，他不负责任。那现在呢，只能呢就首先呢要靠中国人呢去自救。在这儿呢，狗呢再重复分享一些比较重要的建议啊。首先呢，就是这个中国的网友们不要对家里边老人的这个状况呢去过于焦虑啊，因为大多数的这个老人呢肯定不会出现这个严重的问题。第二个建议就是还没有打疫苗的老人。 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是要尽快的去打疫苗。中国国产的疫苗，它的这个效果虽然没有国外的好，但是呢，你这个如果说打完三针，甚至说你能够打第四针加强针，这个呢，总比完全不打疫苗要好一些。这个呢是第二个建议。第三个建议就是有能力的网友们，最好呢是尽快的联络好这个靠谱的医生和医院的资源。一旦说家里边， 人被感染以后出现严重的症状，确保呢能够把家人呢及时的送到医院呢去救治啊。因为中国像现在这么，他突然退出清零，很多地方呢他很可能会出现这种医疗资源的挤兑，去不了医院的这个状况。啊、所以呢，这方面呢也要这个尽量的提前准备啊。如果说有这方面的资源和能力的话，第四个建议就是现在。 中国这个在实际上退出清零以后呢很多地方呢又重新开放可以允许这个老百姓呢去买一些退烧药之类的狗哥呢是建议墙里边的这个中国网友们呢赶紧去买在家里边准备上像这个布洛芬必里通之类的啊就是一般呢你这个被感染以后出现轻微的症状你自己呢吃点这些药缓解一下症状就可以了你没必要呢去这个医院啊当然了你如果这个发现家人症状比较严重 这个呢，还是赶紧需要去联系医院的。其他的这个措施，像家里边消毒之类的，墙里边的这个中国网友们这三年来，肯定呢是比狗哥呢有经验。这方面呢就不多说了啊。虽然狗哥认为这个中国退出清零以后，在家里边消毒要防感染，这个呢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呢，你在家里边多搞一些清洁、消一下毒，这个呢它呢也不是什么坏事儿，只要你这个不是过度消毒就可以了。 基本上就是这些建议，希望呢给墙里边的这个中国网友们能够有借鉴啊。最后呢还是那句话，就是中国政府呢他不负责任，中国政府他坚决不给中国人进口好的疫苗和药去用。那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网友们首先呢就是努力呢要做好自救，然后呢这个冤有头债有主啊，以后再说、啊。好了，今天就聊这么多啊，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咱们下期再聊啊，拜拜。